平台建立了包括资源分布、生产运输、各类库存、市场行情在内的数千个数据指标，实现了对大宗商品期货交易所动态、铁矿石专用船泊位、运输船舶、钢铁生产基地实时跟踪监控，可为全球铁矿石大宗商品行业客户提供全链条多角度动态资讯和数据分析。